那你先帮忙把沙子倒进去吧，倒到这个新盆里面。可以了，环保钳拿起来，不要倒出来哦。对，倒到这个盆里面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多沙子哦，倒干净。哎呀啊，倒出来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待会我们再弄。好，你去把寄居蟹抓过来吧。红毛行，寄居蟹，因为这是你养的，你要自己处理哦，知不知道？好了，他会很开心哦，因为他有新家了。那栗子呢？栗子先不要好了，你先拿那个寄居蟹就好了。这个里面有了，他躲在比较里面而已，放进去吧。好好好，继续放，继续放。把它救起来。不要埋起来啦，那真是它被埋起来很可怜的。快点继续找寄居蟹，把它放过来。都放进去没关系，红宝奇，都放进去。因为它躲在这里面，给我打盆外面。哎呀！哟，弟弟，你下来啊，帮寄居蟹搬家啊。对啊。可以了，那待会他们就会开心的爬爬爬。可是我们现在里面是不是没有水？你去用那个小碗去装一点点水来把这里浇湿。然后我给你小碗，好不好？请我帮你用好了。还用这个啦？啊？好不好？这个，你浇一些水在里面。你把那个，你把沙子铺平，浇一些水。你用这个哦。嗯，我这个都是一点点。哦好。你看看，他们开心的开始爬了。你看这些开始开心的爬，有没有看到？开心了。他们最喜欢爬沙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最喜欢爬这种细沙了。有看到吗？海边都是这种沙子吗？为什么海边的沙子都是白色的？每个地方的沙子的颜色不一样啊，可是寄居蟹他们喜欢这种有沙子的地方。你看，开始动了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他们很开心的，你看他们开始爬了。对。有没有？寄居蟹一定要活在有沙子的地方，他们才会很开心的爬来爬去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其他的可能也会知道有沙子就开始动来动去哦。好了，你可以再加。他走去敲敲门，不给他就捣蛋。好，你快点再浇些水。好，一些水，再浇一些水，把那里都浇完，把那里都浇完。